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马丁讲美事。在您的印象里，喝过最贵的饮料是什么呢？对于加拿大的某个大冤种房产中介来说，应该是一口牛奶。光是这一口牛奶，就花了他整整两个 W，而且还把工作丢了。这牛奶其实也没啥特别的，这么贵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不是他自家冰箱里的牛奶，而是他客户冰箱里的。啊、刚刚还在客户家看着房呢，结果下一秒就趁着客户不注意。 偷偷喝了一口客户冰箱里的牛奶，然后还很有礼貌地把牛奶罐放回了原位。但是好巧不巧的是，这家主人在正对着冰箱的位置装了个室内摄像头，把这个中介老哥抓了个正着。当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，屋主表示自己感觉完全说不出话来，又惊又怕。就是一句话，恶心！他立刻把还装着半加仑牛奶的牛奶罐丢进了垃圾桶。当屋主丈夫回家的时候，简直是一头问号。 而屋主只跟他说了一句：“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。”接着，屋主立刻就把这段视频交给了当地的金融服务管理局。目前，该房屋中介因为不得体的行为被罚款了两万加元，并且立刻被炒了鱿鱼。大伙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极度没有边界感的人呢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故事和看法。这里是马丁讲美事，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